各位观众们，欢迎来到 Officer CK 的频道，我是 Officer CK。 今天这一集呢，我带给大家全新国际机场的巡逻机第59天了。今天呢，我们今天是利用这个全新的这个 Airport Callout 啊，也就是国际机场的任务，然后我采用这辆车子呢是全新的 Police City of Los Santos。 这辆车子呢是在网络上看起来蛮不错而且蛮美丽的车子。然后呢，你们可以看一下后尾的警灯啊，如果开D号的话呢，它的颜色会马上跟着一样改变，看到吗？我按回去的话就开始 relax， 就好像是比较走这比较没有这么快闪的那一种感觉。然后按一号的话，它就闪得很快，看到吗？二号的话就另外一种款式的那种闪法。然后第三呢也是另外一种，第四也是另外一种，看到吗？是很不一样的，这辆警车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而且非常美丽的警车。OK， 然后里面的设备呢就是类似这个样子的。ARPR system 已经有到完了，还有 GPS 啊，还有 GPS， 然后车上是蛮不错一下的，背包是有，只是说中间没有枪啦。OK， 但是没有关系，我自己身上已经拿着了武器。今天这一集呢，我会做出一个比较普通性的巡逻，但是采用 Airport Callout， 也就是新款的这一个任务。OK， 那么呢，希望各位喜欢，记得还没按下赞的朋友们，赶紧按。赶快按下你们的赞，然后呢，别忘了分享出去，还有订阅我的 YouTube， 每逢星期和星期四晚上八点。好啊 ，Let's go。OK， 我们这个国际机场刚刚收到了第一个任务啊，是说有人身上有拿着武器啊。OK， 好，来，我们警方赶快行动吧。Stop the suspect at any cost， 这样无论讲的好，我都要把这个嫌犯给逮到他。他身上有拿着武器，在哪里？哎呦，是一个女子来的，我的天啊！他拿着一支机关枪 ，OK， 我也是身上也是有机关枪，你有我也是有，来，我用D号 ，OK，Miss，、okay. You sorry piece of crap， Miss， put down your weapon right now， 把你的武器放下来，小姐，把你的武器放下，我知道你很性感，把你的武器给放下来，我告诉你，哎，小姐 ，LSPD， Whoa， don't make me shoot you， 他搞什么鬼啊？我射他一下看。小姐，把你武器放下来。哎，他不像我攻击的哦。Police, stop whatever the hell you're doing！ 他也不会想要射我。这样子的话是什么问题嘞？是不是我要把他给杀死？ Idiot！ 这么美丽的女子，为什么要把她杀死嘞？小姐，你真的不要放下来吗？你真的不要放下来的话，我就要把你给杀掉了咯。Wait up！哎呦，我要叫他停下来，停不到了。小姐 ，please 把你的武器放下来。OK， 算了。把你武器放下来。好像还好看，我看还会射我嘛？他不会射我，射你的头。把你武器放下来，放下来。哎呦，乱开枪，吓跑了很多市民们了。OK， 你再不放下来，我就要开枪射你了啊！五四三二一。不是我要的，但是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叫他放下武器，他就是不要放下？也许是因为这个任务好像是没有办法能够让他放下武器吧。OK， 没有关系，这样子我们继续吧。Let's go。We have a 503 stolen car in LSIA。Los Santos International Airport， 有人偷车啊！哦，感谢 Johnson Lim 刚刚订阅我了，谢谢你 Johnson Lim，Thank you so much。OK， 来，我们出发吧。在哪里？
我先慢慢走到进去这一个嫌犯的那一个哦，看到他了。OK， 他已经出来了，他从那个机场已经出来了，就在前面罢了。来，我们快点。他在哪里？我在这边。OK， 找逮到他了。哎，他逃跑哦！请求支援，我们这边有一个嫌犯想要逃离现场，请求大马支援，谢谢。哇！他跑去这个垃圾堆这边了，干嘛？他干嘛跑去这垃圾堆这边干嘛？我不明白。先生，把手举起来，你已经被逮捕了。为什么你跑到去这个垃圾堆这边干嘛？你喜欢垃圾堆吗？ It's almost showtime. Yeah, it's almost showtime. Come on. 把手举起来，哟，哇，这个、警察好。哇，这个警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什么嘞？的。怎么这个嫌犯好像不能够起来了？我先把这辆车子给退后先啦，把它移出来先。OK。不好意思。抱歉，还没有死的，这是压死。Oh my god！他死掉了哦，这前方给你开了多枪当然死啦，哎呦 ，Alright， 你们先暂时把这个地点先检查好先啦，因为我是 FBI Federal Agent，FBI 派我来这边做这个国际机场的巡逻，来保持啊保卫这个，是吧？来守着这个国际机场的安宁啊，所以我是比较不一样的特警。OK， 来我们继续吧。有一个可疑的嫌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国际机场外游荡啊。在哪里？在这个路上哦。OK， 好，来，Roger that, 10-4 copy that。来，我们去到现场先。他在哪里啊？在上面这边是吗？应该是啊，是不敢确定是不是。来，我们先跑上去这边先来。来，各位让路一下啊，让路一下，我们这里是警察，我们要正在巡逻寻找这个嫌犯。这嫌犯在哪里？他在下面这边啊。感觉好像站在下楼下哦，看到了，对，没有错，他果然是在这个楼下这一边啊，这个路线路下路楼下边。OK， 这样子的话，我们先把我们的车子先停放在这个地点，然后我们下楼梯去找他。来，拿出我们的，不要拿出武器先。因为对方还没有拿出武器，所以我们不可以拿出武器先，除非对方拿出武器的话，我们才拔出我们的枪出来。他在哪里？不是这边吗？哎，在楼上啊！我的天啊！是，等一下先，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啊？在哪里啊？他不是在那一边吗？我看到他没有人的这边，哪里有人？没有人啊，这边哪里有人？你不要告诉我还是在这个桥这边啊？不可能吗？他应该在这个地方吧？我以为有人在那边，为什么没有人呢？还是他变隐形了？下次七夜半。会不会是有东西在那边？ What the hell？ 不要紧，我们去楼上看一下。A few moments later， 我已经跑到楼上去了啊！我感觉好像没有在耶。
OK， 那么我可以说，这个插件也是有问题的。OK， 这个任务也是有问题的。不要紧，我们先把这个 call out 先告诉总部说，哎，你已经拿到了一个假的一个投报。所以呢，我们再继续下一个任务吧。OK， code four 啊，我们接下去下一个任务，马上就来了。A grand theft auto in progress. 偷什么 ？Exceptionless cargo thief. OK， 他偷窃这个 cargo 的车子啊。但是首先我看一下你，他往哪里跑？哦 ，shit， 往那边我就麻烦了啦。我要行驶一个反方向的路线了，现在，因为现在。不可以让那个嫌犯给逃离现场，所以呢，我们要赶快去到现场。哦，警察已经在追逐了。哦，来了 ，FBI 总部已经来了，放心。哦 shit！ 哦，不好意思，哇，我车够硬啊。在哪里 ？OK， 看到他了，在前面这边，是吗 ？OK， 哦 shit， 他应该是要开不到枪，因为不好 shit， 真的他有开到枪哦。不要紧，我这样子的话开不到，因为他人是杀的，后面那个铁已经挡着他了，还没有办法开到枪。哇！我这是 heavy weapon 啊，你要给我打是不是？来呀，谁怕谁？现在谁怕谁 ？OK， 他的状态已经爆了，下车了。Shit！ 下车！啊，躲起来，拿出我机关枪出来。啊，去死吧你！还有两个在那里，拿出我的手枪再跟你对打，来呀！哇 ，shit 啊！哇，他的武力真是够强。来呀！哈，中枪了嘞！哈，还要来吗？再敲一下你开枪。墙壁已经挡住了啦，笨蛋！还要再来吗？可以解决。哦，这就是所谓的国际机场的巡逻啊！今天 ，OK， 逮到他了，太好了 ，Good job！ 好。就这个样子先吧。感谢各位的观赏啊，今天的剧集就到此为止好了。因为呢，我刚才从怡保回来，然后很赶着做今天的这个剧集，所以呢会是普通的啦。然后呢，要多几天呢，我就有多余的时间的话呢，我就会开始再制造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或者是比较特别一点的系列。OK， 感谢各位观赏啊，记得订阅我，然后别忘了按下赞还有分享，谢谢各位。可以浏览我的 Facebook 的那个粉丝专页啦，如果在那个网址已经在我的这个 description 底下了。好了，谢谢各位，我们在下一个星期四的剧集我们再见吧，拜拜。